这个球被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，哇、嗯、，nice play， 哇，那现在一垒跑者回得去吗？回得去吗？这个球再传到一垒这一边，哇，可惜，可惜。哇，不过在中外也看到截线，哇，这个球扑得精彩，扑得漂亮，扑得相当有水准啊。这个截线的脸应该是讲说，阿基斯，这个球怎么没有帮我补一个双杀呢？先来看一下范国成这一棒打得也咬得相当漂亮、哦、因为这是一个高位的扑接哦，看一下回传是有机会的哦。真的是有机会双杀的，是所谓高危，是他在 diamond catch 的接到这一颗球的时候，哎呦，哇，阿皮鲁抓到，是不是回垒的时候？对，他没有去踩二垒，那现在峰哥峰总要走，又走回去。来看一下重播，看一下因为已经踏过去了，那踏过去的话啊。真的哎、哦，没有再踩一下了。对、哦、他没有再回去踩一下哦，那这个 play 同一支队看得很清楚哦。而且不只是队哦，裁判也看得很清楚、哦。对对对。